哦，蛮大间的。哦，他这个洗澡也还好，他又多加一个出来，这样就不怕说水会喷出来。哎呦，他，哎呦，替人家这样想。哦，这宠物很大哦，而且还有个小沙发呢，哎，三人床呢，它这是亲子房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旁边还有一个小床啊。Okay.